台湾选民即将选出下一任的台湾总统，为台湾的政局揭开新一页。各党在选举期间都承诺会听取民意，带出新气象。究竟新政府将会面对什么挑战？两岸局势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？2016台湾总统大选之台湾新政局会在大选之后的星期日晚8:35，请嚟嘉宾同大家分析选举结果，并展望台湾未来的发展局势。